大藏经、药师经、观音经、六祖坛经、金光明经、阿弥陀经、金刚顶经、法华经、金刚经、心经、苏西的经、佛说佛明经、大放等大集经、人王经、高王观世音经、天龙八部赞、阿含经、佛母经、迦耶山顶经、尊胜陀罗尼经、提卫波利经、大有经、观普贤经、华严经、理趣经、四品法门经、十二部经、中论为十二时论、因明入正理论、念佛三昧宝王论、经批论、十二门论、三十为十论、杂阿坤谈心论、是摩诃眼论、百法明门论、四分律首楞严经、楞严经楞伽经的藏本愿经、小乘经、维摩诘所说经、大宝积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大方广宝切经、方广大庄严经、大放广狮子吼经、大放等无想经、灌顶经、灌蜡经、观无量寿经、四十二章经、大树紧那罗五所问经、菩萨善戒经、佛印三昧经、梦兰盆经、善身经、弥勒上身经、弥勒下身经、解身密经、大般涅盘经、梵网经、顶身王经、观所愿圆论、杂集论、摄大乘论、成实论、无者摄论、辩证论、大宗的玄文本论、百论、是清摄论、文殊师利问经、阿毗达摩发智论、王法正理论、文殊悔过经、大乘玄论、大智度论、大乘五蕴论、文殊师利问菩提经、成为实论、大乘起信论、五教章、四教仪佛一教经、优田王经、金刚寿命经、人仙经、大日经、譬喻经、无量寿经、莲华三昧经、圣蛮经、圆觉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贤劫经、观世音菩萨受记经、大乘经、无问自说经、论义经、广博严禁不退转轮经、摩诃摩耶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莲华面经、法院诸灵杂阿含经、卢智长者经、菩萨璎珞经、月光童子经、菩萨内戒经、月上女经、菩萨戒本经、月灯三昧经、阿舍世王经、三转法轮经、菩萨戒经、佛本行集经、金刚光焰指风雨陀罗尼经、佛的经、金刚记诸菩萨修行分经、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妙吉祥观门经、汝光经、本始经、法句经、无量义经、优婆离经、耶止经、延寿经、胞胎经、法华三昧经、尼母经、宝寿菩萨菩提行经、放波经、古尊宿语录密言经、简水喻经、阿舍世女王经、无常经、教王经、诸佛要集经、悲华经、龙师女经、菩萨藏经、咒齿经、普贤经、乐本生死经、待随求经、三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宝两经、善住秘密经、金刚三昧经、虚空藏菩萨问七佛陀罗尼经、大义经、清净毗尼方广经、法愿义林章、虚空藏菩萨经、三千佛明经、天品妙法莲华经、入定不定印经、福利太子因缘经、杂譬喻经、造塔功德经、宝女所问经、造像功德经、时尚经、受学无学人祭品八大人觉经、众许摩诃地经、谤佛经、虚真天子经、宝心陀罗尼经、解脱戒经、菩萨处胎经、过去现在因果经、大放广如来秘密义经、无极宝三昧经、入楞伽经、无尽意菩萨经、宝悉的成佛陀罗尼经、智光灭业障经、大放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无垢优婆疑问经、
旧成玉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圣君五所问经大庄严法门经五无反复经大法古经不思议神通境界经大品般若经大悲心陀罗尼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六字神咒经大白伞盖经大悲经一字佛顶轮五经菩萨藏经八名普密经王法经八师经善思童子经八佛名号经阿毗达摩藏显宗论四法经毗延录寺院经法界观门战察经五教止观甘露经大庄严论明论辩中边论法界无差别论十诵律摩诃僧指律法华经论瑜伽师的论大萨遮尼坚子受记经道感经入阿毗达摩论显扬论分别瑜伽论阿毗达摩顺正理论五分律善见律阿毗昙心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阿毗达摩杂集论阿毗达摩俱舍论佛教的圣典是经律论三大典藏也就是所谓之三藏本书所集二三六篇经藏解释不仅介绍其出处且将经典戒律典论内容逐条介绍其内容使学习佛教理论者能深入浅出的认知本书所指经就是梵语的意义记载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律亦是梵语译音是将当年的教团生活规则作为学佛的戒律论是将佛教教义加以全译因而本书可说是佛教圣典全集的浓缩大藏经回顶端大藏经为汉译的佛教经典与东土高僧著作入藏的总称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一切经的名称起源于隋朝它的内容包括佛所说的经典及西方世事的著作。现今的大藏经又加入中国及日本等高僧的著作。根据《隋书经籍志记传》，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世事经典共5400卷，《沙门宝唱传经目录》，这是佛经有藏的开始。唐朝开元年间，沙门智深者开元世经目录20卷，列5048卷。宋朝有蜀版5048卷，福州东禅寺版6434卷，福州东禅寺版6434卷，福州开元寺版6117卷，思溪版5918卷。弃沙版5802卷元朝有杭州版6011卷明朝有南藏6331卷北藏6361卷武陵版6771卷清朝有雍正克隆藏乾隆续藏宋元明珠版本多半王毅只有南宋弃沙版尚存孤本葬于西安卧龙开元两寺之中药师经回顶端药师经有五种译本一东晋博师黎密多罗所译的佛说灌顶拔除过最生死的脱经佛说灌顶经十二所载二南朝宋慧简译药师琉璃光经不入藏经三隋朝达摩吉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一卷四唐朝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五唐朝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二卷
前四义单义出药师如来之部，第五义前卷义出六佛，后卷义出药师佛。因此单言要药师经，则为前四义，尤其是玄奘的一本。义经所译的，则称为七佛药师经。各家的书注如下：药师经书一卷，唐窥基传；药师经邓彦一卷，静挺着；药师经直解一卷，灵药传，复梵文神咒；药师经古籍二卷，新罗太贤传；药师经抄二卷，善珠传；药师经转解四卷，量太传；观音经回顶端；法华经卷第八，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义品别行者，称为观音经。一卷勤罗十亿常行，随舌那绝多亿寄送。法华传记仪唯有十公普门品于西海而别行，所以者何？檀摩罗忏，此云法风中印人婆罗门种，亦称依波勒菩萨，弘化未至，游化聪灵，来至河西，河西王举渠蒙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与菩萨及云观世因此土有缘，乃令诵念病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各家之书注如下：观音玄义二卷，随至以说灌顶记；观音玄义记四卷，宋之礼数记；观音一书二卷，随至以说灌顶记；观音一书记四卷，宋之礼记；六祖坛经回顶端，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六祖大师慧能于韶州大梵寺坛上说法，门人记录下来，便尊称为六祖坛经，简称为坛经。家住府教编六坛经赞题注上说，使其众人欲请宗门第六祖大鉴禅师开演东山法门于韶阳大梵寺，尊敬大鉴之道，乃封土为坛，以资其说法，其后其弟子者即大鉴之说，因而目为坛经也。书注二家如下：六祖坛经增注，日本山田大印注；六祖坛经兼注，丁福宝注；金光明经回顶端，有三种译本：一、北梁坛无衬译四卷，题为金光明经；二、随宝贵等取前译不译，合入其缺品八卷，题为何不金光明经；三、唐义净义十卷，题为金光明最胜王经；三义中以第三义文义最周足。但金光明经因天台智者说玄义及文句，因此以第一义流传最广。各家之著述如下：金光明经书一卷，随即藏传；金光明经玄义二卷，随智者大师说门人灌顶录；金光明经文句六卷，随智者大师说门人灌顶录；金光明一书一卷，慧远者；金光明经文句记十二卷，宋之礼数；金光明经玄义十一记六卷，宋之礼数；金光明经玄义顺正记二卷，宋从义传；金光明经文句新记七卷，宋从义传；金光明经照解二卷，宋宗小述；
金光明经玄一科一卷，明明的排定。金光明经玄一十一纪绘本六卷，明明的绘。金光明经文具科一卷，明明的排定。金光明经文具纪绘本八卷，明明的汇聚并记入经。金光明经科注四卷，明受太极，复受太重及金光明经感应记。阿弥陀经回顶端，佛说阿弥陀经一卷，秦罗十义，净土三部经之一。这部经略说西方净土一正庄严等事，令人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最为切要。这部经剪除小善根福德因缘，为设一类纯度之机。各家的著述如下：阿弥陀经义记一卷，随志已说灌顶记；阿弥陀经义述一卷，唐会尽述；阿弥陀经通赞书三卷，唐窥基传；阿弥陀经书一卷，唐元小述；阿弥陀经书一卷，唐窥基传；阿弥陀经义书一卷，宋智元述；阿弥陀经义书文持记三卷，宋元照述戒度记；阿弥陀经具解一卷，元信成具解；阿弥陀经略解一卷，明大佑述；阿弥陀经书抄四卷，明朱红述；阿弥陀经书抄释义一卷；阿弥陀经书抄问辩一卷；阿弥陀经书抄演义四卷，明古德法师演义，志愿定本；净土已觉一卷，明大会释；阿弥陀经要解一卷，志续解；阿弥陀经舌相一卷，静挺着；阿弥陀经直解正行一卷，乐根转注；阿弥陀经略注一卷，续法录注；阿弥陀经略解圆中抄二卷，明大佑述传灯抄；阿弥陀经摘要一解一卷，真松述；阿弥陀经约论一卷，彭济清述；阿弥陀经要解变蒙抄三卷，明智续要解达莫造抄达林参定；阿弥陀经书抄协一卷，明朱红书抄徐怀庭协；阿弥陀经应验赋；阿弥陀经释一卷，郑成德郑成元排定；阿弥陀经注一卷，郑成德成元合注；阿弥陀经兼注丁福宝注；金刚顶经回顶端，金刚顶经与大日经苏西的经同为密教三部经，也是金刚界诸经之总名。范本共有十万计十八会，现今中国所留部的有三种：一、不空所译的教王经三卷，详称为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正大教王经。这本教王经在十八会之第一会的四品之中，只翻译第一品。二、师护所译教王经三十卷，详称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正三昧教王经，翻译十八会之第一会的四品。三、金刚智所译的略出经四卷，详称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以上三本都称为金刚顶经，但是普通所说的金刚顶经都是指不空所译的那一本《法华经》回顶端。
详称为妙法莲华经。妙法的意义是，皆是三圣归一之旨，使二圣回小向大，故称为妙法。莲华有两个意义，一，出水之意，表示所全之理出离二圣泥浊水；二，开敷之意，表示以圣教研开真理。法华经有三个译本，一，姚琴鸠摩罗什译，七卷；二，净竺法护译，称为正法华经，十卷；三，随舍那觉多达摩吉多共译，八卷，称为天品法华经。现今流通最广的是第一种译本，金刚经回顶端，详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以空慧为体，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繁简适中，最便于诵持。共有六种译本。一，姚琴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二，原为菩提留之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南朝陈真谛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四，隋朝达摩吉多所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五，唐朝玄奘所译的《能断金刚分》，收载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577卷；六，唐朝义净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今通行的为鸠摩罗什的译本《心经》回顶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简称，又称为般若心经。心经的经文很简短，然而大般若经经要都浓缩在其中，因此命名为心经。心就是经要的意思。心经一共有七种译本。一，姚琴鸠摩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二，唐朝法尘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三，唐朝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四，唐朝般若共利言等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五，唐朝法月所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六，唐朝智慧轮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七，宋朝师护所译的《佛说胜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现今通行的是玄奘的译本。苏西的经回顶端，详称为苏西的结罗经，亦为妙成就业经，三卷，唐朝疏婆伽罗译，密宗三部经之一。苏西的结罗亦为妙成就作业，指成就一切世间出世间作业之妙法。苏西的经书仪结罗者，又称迦罗尼，此云作也；又结赖摩呢，此云业；又迦尼，此云物也，并应通用。开元录九，苏西的结罗，唐云妙成就法，此与苏婆胡并是咒皮奈耶，不曾入于曼陀罗，不合折毒，痛未受巨人道听戒律，变成道法。苏西的经说苏西的知法，真言经一百余部内，虽皆说速即成就之法，而此经独为其至极，故名妙成就法。佛说佛明经回顶端，佛明经有好几部，以原为菩提留之所译的佛说佛明经十二卷，举11093尊。
二、诗意人名三十卷。三、隋朝舍那觉多译的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八卷。四、诗意人名三劫三千诸佛名经三卷，简称三千佛名经。五、隋朝那连提耶舍所译的百佛名经一卷。大方等大集经回顶端。大方等为大乘经之通名，佛在欲色二界中间广集十方之佛菩萨说大乘之法，称为大集经。大集经没有全本，前后诸师各译一部分，高丽藏本收诸师一本为一部，有六十卷。其中前二十六卷及三十一卷至三十三卷之日密分三卷，北梁坛无称义为诸义中之大本，其他的藏本称为大放等大集经而别行之。第二十七卷至三十卷之无尽意菩萨品四卷，为智严宝云所译，别行本题为无尽意菩萨经。第三十四卷至四十五之日藏分十二卷，随那连耶舍译，别行本十卷，称为大乘大放等日藏经。第四十六卷至五十六卷之月藏分十一卷，高奇那连提耶舍译，别行本十卷，称为大放等大集月藏经。第五十七、五十八两卷之须弥分二卷，别行本题为大乘大集经。第五十九、六十两卷之十方菩萨品后汉安世高义，别行本题为佛说明度五十孝记经。人王经回顶端。人王经有二本。一、罗什译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二、不空译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卷。人王指当时十六大国之国王，佛对诸王各护其国，使国家安稳，因此为他们演说般若波罗蜜多身法之经文。能够受持讲说此经，则欺难不起，灾害不生，万民丰乐，因此自古以来认为是护国三部经之一，消灾祈福时便读诵这部经。各家的著述及有关著作列举如下：人王经书六卷，随即藏传；人王护国般若经书五卷，随至已说门人灌顶记；人王经和书三卷，随至已说灌顶记明道配合；人王经书三卷，随至已说灌顶记成联合；人王经书七卷，唐梁奔述；人王书书六卷，唐元策传；人王经书法横抄六卷，唐玉荣集；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书神宝记四卷，宋善月述；著人王经书科一卷，宋静元录；人王经书四卷，宋静元传集；人王经科书科文一卷，明珍贵述；人王经科书玄坛一卷，明珍贵述；人王经科书五卷，明珍贵述；高王观世音经回顶端。东魏天平年中，高王时人所感得之观音经，续高僧传二十九，法院诸灵二十五，称为观世音救生经，又称为高王观世音经。佛祖统计五十四，称为十句观音经，积古略二，称为救苦观音经。续高僧传二十九，
其原为天平，定州牧士孙敬德于房所造观音像，及年孟孩常家理事，后为劫贼所引，竟在京狱，不甚考略，遂妄沉醉，并触及行梦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今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免死厄，得既绝矣。圆梦中经了魔谬误，彼至平民已满百遍，有司直复相视，且行且诵，灵欲加行，诵满千遍，直刀下啄，折为三段，三换其刀，皮肉不损，怪以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刑，人斥传血，被之于世，今所谓高王观音经是也。天龙八部赞回顶端。天龙为八部众中之二众，八部之中以此为上首，故标举为天龙八部。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干闼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喉罗伽。华经提婆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被龙女成佛。天龙八部赞出于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无垢大乘经、大云轮请语经、普遍光明带随求陀罗尼经之卷末及毗奈耶杂事四。无垢大乘经卷末，天阿苏罗、药叉等来听法者应至心，拥护佛法始长存，各个情形是尊教，诸有听徒来至此，或在地上或居空，常于人世起慈心，昼夜自身依法住，愿诸世界常安隐，无边福至一群生，所有罪障并消除，远离众苦归圆寂，恒用戒相图引体，常持定福以资身，菩提妙华遍庄严，随所住处常安乐。阿含经回顶端。阿含梵语，意义为无比法，又意为法归，它的意义是万法悉归去于此。阿含经共有四部。一增益阿含经共五十卷，东晋僧伽提婆译，主名人天因果。二长阿含经共二十二卷，遥勤佛陀耶舍，逐佛念共译，主破邪见。三中阿含经共六十卷，东晋僧伽提婆译，主名诸生译。四杂阿含经共五十卷，诵求那跋陀罗译，杂集不涉于前三经的篇章，因此称为杂阿含，主名诸禅法。这四部阿含经均属于小乘经。佛母经回顶端。详称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又称为佛母大经要孔雀明王、大金色孔雀王、大孔雀明王、大孔雀王、孔雀明王、佛母明王，以能生诸佛神变之德为主，因此称为佛母。佛母成金色孔雀，因此称为大金要孔雀明王。内容叙述佛在止缘沙底别除为众破桥，为黑蛇所噬，不堪苦痛，阿难向佛求救，佛为他说大孔雀明王神咒而救之。佛母经有好几种译本，最流通的是不空的译本。迦耶山顶经回顶端有四种译本。一秦罗什所译文殊师利问菩提经一卷，又称为迦耶山顶经。二原为菩提留之所译迦耶山顶经一卷。
三，随毗尼多留之所译佛说相头经舍经一卷。四，唐菩提留志所译大乘迦耶山顶经一卷。内容叙述佛出尘道在迦耶山时，最初文殊菩萨问佛发菩提心之深意，赐印诸天子等交相请问，而文殊自答种种之菩萨道者，尊胜陀罗尼经回顶端有五种译本。一，唐度行已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二，唐的婆诃罗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三，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四，地婆诃罗众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五，唐译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六，宋师护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在这六种译本中，不空三藏的弟子法崇就第三译佛陀波利本作书二卷流行于世，题为波利经回顶端有二部。一，题为经一卷真本。二，题为经二卷伪传本。初三藏记集卷五为经伪传杂录第三，题为波利经二卷，又一部宋孝五十北国比丘坛净传。唐高僧传疑又有沙门坛净者以创开佛日，就译诸经并从焚荡人间诱导平准无因，乃出题为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忘习，就录别有题为经与同，但尽加五方五行用石柔经制成伪耳。大有经回顶端圣论六句义中之说大有句义者，人王经上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藏，一切众生果报二十二根不出三界，诸佛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三界外无众生佛何所化，是故我言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藏者，外道大有经中说非七佛之所说。起信论，若说三界外更有众生始起者，即外道经说。梁奔人王书中疑，若言界外有众生者，即是外道废世史家六句义中大有经说，非佛教也。观普贤经回顶端详称为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一卷，刘宋檀摩密多译。本经说观念普贤菩萨而忏悔六根之罪之法，与法华经之普贤劝发品相表里，因此定为法华之结经，且天台修法华之忏法，全宗此经。书注如下。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一书科一卷，诗名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一书二卷，宋本如述处贤续解。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兼注丁福宝注华严经回顶端详称为大放广佛华严经。本经为佛成道后第一次说法，于大乘中最为宏博。大方广为所证之法，佛为证此法理之人，华严二字为喻此佛者，因为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的，故称为华严。华严经相传由文殊菩萨与阿难结集，金龙神收入龙宫，后来龙树菩萨入龙宫见之，有上中
下三本，下本十万计，中本四十九万八千计，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计，龙树受持下本，流传于阎浮提。中国所翻译的三种，都是从下本抄略出来的。华严经的译本有下列几种：一、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本六十卷，称为六十华严；二、唐时叉难陀译本八十卷，称为八十华严；三、唐般若续译四十卷，称为四十华严。理趣经回顶端，又称为般若理趣经、大乐金刚不空真言三摩耶经。有关的著述有不空义的理趣释二卷，日本弘法的理趣经开题五卷，亮点的纯密抄三卷，金刚智所译的金刚顶瑜伽理趣般若经一卷，也简称为理趣经，那是般若经的译译本。四品法门经回顶端一卷，照诵法贤义。经说法有四品类：一、戒法，六戒、十八戒等也；二、处法，十二处也；三、缘起法，十二缘起也；四、处非处法，道理非道理也。了此四品类，则谓智人。不了则谓愚人。十二部经回顶端，一切经分为十二种类：一、修多罗止气经；二、止业止众诵；三、迦陀意味讽诵；四、尼陀那意味因缘；五、依地目多是为本事；六、舌多加意味本身；七、阿伏达摩又称为阿毗达摩；八、阿波陀那意味譬喻；九、优婆提舍意味论意；十、优陀那意味自说；十一、毗佛略意味方广；十二、合伽罗意味受记。这十二部中，修多罗与职业及迦陀三者为经文上之体裁，其余九部从经文所载之别事而立名。中论回顶端，详称中观论四卷，龙树菩萨造、青木菩萨事、姚琴鸠摩罗什译三论之一。中论主张最彻底之中道，破空破假，进而并破执中之见，说八不中道即无所得之中道，而为般若思想者也。书中分为破因缘品、破去来品、破六情品、破五因品等二十七品。受中论影响而产生的作品有：一、顺中论二卷，中阿僧趋势瞿昙般若译；二、般若登论是十五卷，分别照明菩萨事、波罗婆伽罗译；三、大乘中观世论九卷，安慧是为净等译。以上皆为中论之一出，西藏也有中观学派二系统。为十二十论回顶端，一般称为二十为十一卷，是青菩萨造、唐玄奘译。为十二十论由记诵之数而命名，论中共有二十一诵，后一诵未结叹，并非表明宗义。有三种译本：一、后为般若流之译，题为唯识论或楞伽经唯识论；二、
成真第一，题为大乘唯识论。三，唐玄奘所译的二十唯识论。注释有唯识二十论述记二卷，唐慈恩作，以玄奘一书的旨趣解释唯识二十论。因明入正理论，回顶端。陈那之弟子商杰罗主者，唐玄奘译一卷，明真能力，真能破，真限量，真比量，四能力，四能破，四限量，四比量之八门，而变自物物他之两义者。本论各家之注解如下：因明入正理门论述记一卷，唐神太述；因明入正理论书三卷，唐交鬼述；因明入正理论书六卷，唐窥基传；因明入正理论一段一卷，唐会爪述；因明入正理论一转要一卷，唐会爪集；因明入正理论续书二卷，唐会爪述；因明入正理论书前记三卷，唐至周传；因明入正理论书后记三卷，唐至周传；因明入正理论书超略记一卷，唐至周传；因明入正理论解一卷，明真戒集解；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卷，明王肯堂集释；因明入正理论直解一卷，明智叙述；因明入正理论直书一卷，明明玉书；因明论瑞元记八卷，奉坛者；念佛三昧宝王论，回顶端。宝王，佛陀之尊称也，佛以诸功德为庄严，故称宝王。楞严经、愿经的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刹众。往生论著，华严经宝王如来。宝王三昧，为念佛三昧之美称，念佛者为三昧中之至宝，故称宝王三昧。大集经菩萨念佛三昧分九，善男子善女人，虽能以上一切世界成满七宝众聚，供施一切众生，功德虽广，然故不及前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此三昧宝王名字。宝王论，法华三昧者，念佛三昧也，是以如来名此圣定为三昧宝王，为光明藏，为除罪诸，为邪见灯。念佛三昧宝王论，简称宝王论，三卷，唐中南山飞西传，开二十门而劝赞念佛。经批论，回顶端。本名金刚批，一卷，金西湛然者，阐明无情草木兮皆成佛之意。各家的传述如下：金刚批论思记二卷，唐明旷记；日本辩才会金刚批科一卷，宋仁月传；金刚批科一卷，宋智元集；金刚批显性录四卷，宋智元集；金刚批论义一卷，宋可观述；金刚批论义解中卷，宋善月述；金刚批论释文三卷，宋时举世海演会；凭金刚批一卷，宋善悉述；注金批论一卷，传教者；金批论逆流批三卷，奉坛者；金刚批科解一卷，会证者；十二门论，回顶端。一卷，龙树菩萨造，秦罗十义，三论之一。内容叙述观音圆门至观身门之十二门而入于空义者。
有集藏书二卷，集略书一卷，元康书二卷，法藏书一卷。三十为十论，回顶端，又称为三十为十，为十三十论颂。一卷是清菩萨造，唐玄奘译，成为十论之本颂。注释如下：为十三十论直解一卷，明智续解。为十三十论约义一卷，明明喻约义。杂阿坤谈心论，回顶端，杂有杂糅之意。本论及法圣阿毗昙心论的解释，法救尊者造，十一卷，刘宋僧伽跋摩译，简称为杂心论，也称作杂阿毗昙经，是摩诃衍论，回顶端。十卷，龙树菩萨造，伐提摩多译，是起信论者，常略称为释论。各家的书注如下：是摩诃衍论书六卷，缺中卷本末，唐法敏集。是摩诃衍论赞玄书五卷，宋法务传。是摩诃衍论记六卷，宋普观述。是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宋智福传。百法明门论，回顶端，详称大乘百法明门论。一卷，唐玄奘译，自瑜伽论本十分钟略录百法之名述者，常略称为百法论。各家之注述如下：百法明门论解二卷，傅科文一卷，唐窥基注解，明普泰增修。百法明门论书二卷，唐普光传。百法论显优钞二十卷，唐从方述。百法论义一卷，明德清述。百法明门论转一卷，明广义转释。百法明门论坠言一卷，唐窥基注解，明明喻坠言。百法明门论直解一卷，明智续解。四分律，回顶端，四律之一，六十卷。遥请佛陀耶舍，逐佛念共议。四分律为五部中谈无德不知律藏，佛灭后百年，法正尊者于上座不知律藏中弃同己见者，采集成文，随说而止，而为一分，四度完结，故称为四分律。四分之名，非一义而判断章之名，乃四度结集之，分之为四家，故名为四分。初分二十卷，二分十五卷，三分十四卷，四分十一卷。借本书一上，佛灭百年，心思明教，相传云，于上座部搜括博要，弃同己见者，即为一部，四度传闻，尽所全相，故云四分。此据说所至，非易判也，故二十间度离分三分，可易开耶？兹持任上一之疑，以法正尊者于根本部中随己所乐采集成文，随说而止，即为一分。凡经四番，一部方成，故号四分，非同章书，曰易判文。既归传疑，云时诵四分者，多是取其经加以为题目。首楞严经，回顶端，详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首楞严，三昧之名，万行之总称。经题，一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于冠顶部露出别行，
大唐神龙元年龙吉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门班喇密帝于广州制止道场议，菩萨戒弟子前正见大夫痛中书门下平张世清和房荣比寿乌长国沙门弥迦一语。开元释教录九，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又一部十卷经现在沙门是怀迪州人也，住罗浮山南楼寺后，因有广州御医范僧赖范经一家，请供一支勤成十卷及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是也。月藏之经，阿难是堕摩登迦南，佛放顶光说咒，敕文书将咒往护提讲来归，祈请大法。佛为先开元解，次是原形，次名原位，乃至今言七趣，详辨因魔，此宗教思难，信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也。楞严经回顶端，详称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首楞严为佛所得三昧之名，万行之总称也。楞严经阐明心性本体，文义皆妙，为一代法门之精髓。然而因楞严经不载唐、宋、元、明四大藏，在学者间颇有真伪之争。楞严经有唐中天竺沙门班次密第一十卷。楞严经属于大乘秘密部，无法不备，无机不涉，为学佛之要门。等部等观杂录仪，楞严楞伽之楞字，说文作楞，他书从之，为佛经内专用楞字，一系一经时所定，当从之，不必更改也。楞伽经回顶端，楞伽为狮子国，现今之阳兰岛之山名楞伽经，就是佛在楞伽山所演说的经典。楞伽经有四种译本，现今只存三种。一、宋求那跋陀罗译，称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共四卷。二、原为菩提留之译，称为入楞伽经，共十卷。三、唐时叉难陀译，称为大乘入楞伽经，共七卷。这三种译本之中，以唐译较为调畅。各家的著述如下：入楞伽经新玄译一卷，唐法藏传；楞伽经注卷二卷五，唐智演注；楞伽经通义六卷，宋善月述；楞伽经集注四卷，宋正寿集注；大乘入楞伽经注十卷，宋宝成注；楞伽经纂四卷，宋杨彦国纂；观楞伽经记八卷，明德清笔记；楞伽补遗一卷，明德清传；楞伽经玄义一卷，明智续传述；楞伽经合哲八卷，明通润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注解八卷，明宗乐如仪同注；楞伽经参定书八卷，明广末参定；楞伽经宗通八卷，明岑凤仪宗通；楞伽经新印一卷，静挺着；楞伽经新印八卷，前有柯文函释书；楞伽经经解平林一卷，明焦红纂；楞伽经书卷中残缺的藏本愿经回顶端，详称的藏菩萨本愿经二卷，唐时叉难陀译。
经中记载佛身刀立天，为母说法，复照的藏大士永未幽冥教主，使世人有亲者，皆得报本见亲，贤登极乐。此经多说地狱诸相及追见之功德，为佛门中之孝经。有关的著述如下：的藏本愿经科文一卷，灵洁定月玄牌；的藏本愿经轮冠一卷，灵洁传；的藏本愿经科注六卷，灵洁传；的藏菩萨像灵验记一卷，宋长景集；的藏经开蒙三卷，清世品干集；小乘经回顶端；求佛果为大乘，求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为小乘。佛果为开一切种智，为尽未来际众生化义之物。阿罗汉果与辟支佛果虽然有浅深之别，然而皆为灰生灭智归于空寂涅槃之物。乘运在之意，使人乘之到达悟岸。阿罗汉果以四地位交体，辟支佛果以十二因缘位交体，小乘有二道，因此又称为二圣。这二乘为佛成道后十二年间经律论三藏所诠释的要义，因此天台又称之为三藏教。佛寂灭之后，印度的小乘分为二十个流派，传到我国之后，立宗名为俱舍、诚实、吉律三派。小乘经说明四地十二因缘之理，诠释空寂之涅槃。十二部经中只剩下九品，如四部阿含经就是小乘经典。为摩诘所说经回顶端，又称为不可思议解脱经，以此经名不可思议解脱之法门故也，简称为摩经。三卷勤罗十义，有三种译本。一、无知千译，题为维摩诘经。二、勤罗十义，为摩诘所说经。三、唐玄奘译，是为说无垢称经。各家书注如下：维摩诘所说经注十卷，姚勤鸠摩罗什、僧肇、道生三家注中集出。注维摩经十卷，后勤僧肇注，常称为注维摩。维摩经义记八卷，随会远传。维摩经玄书六卷，随志已传，常称为净明玄。维摩经文书二十八卷，随志已传，常称为广书。维摩经略书十卷，随志已说，唐湛然略，世称为净明书。净明玄论八卷，随即藏述。维摩经游义一卷，随即藏述。维摩经义书六卷，随即藏述。维摩经书五卷，随即藏述。维摩经书记三卷，唐湛然述。维摩经书记抄卷四卷五，唐道仙思记。说无垢称经书六卷，唐窥基传。维摩经略书垂玉记十卷，宋智元述。维摩经书科一卷，名师名著。维摩经评注十四卷，名扬起源评注。维摩经无我书十二卷，名传邓者。维摩经饶舌一卷，静挺者。大宝积经回顶端，略称为宝积经，共一百二十卷，唐菩提留之意。说法共四十九会，七十七品。
前后诸师亦一悔或数会而别行之。唐菩提留志心意三十六会三十九卷，取旧来诸师所译二十三会八十一卷合之，以四十九会一百二十卷为全本。宝积者，法宝之极积也，为大乘深妙之法，故称之为宝。无量法门设在此中，故称为积。宝积经论仪，大乘法宝中一切诸法差别亦摄取故，所有大乘法中诸法差别者，彼尽摄取意，故名曰宝积。大方便佛报恩经回顶端七卷诗意。佛在罗鹫山，阿难闻外道讥佛非笑，以日佛，佛乃放光，即十方之菩萨，说常为须舌提太子，以身肉祭父母之难，或身刀立天为母说法等，有九品，细节及家之首草。大方广宝切经回顶端二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佛在指原先说法，文殊后来与须菩提应答，而始之末设立浮木莲等各数文殊之智慧辩才。方广大庄严经回顶端十二卷，唐的婆诃罗译。佛在指环中夜入佛庄严三昧，放顶髻之光照净居天，净居天子来问法，佛受其请，陈朝为众宣说，有二十七品，说佛住兜率天宫乃至降生成道转法轮之八相，与普药经同本，但品有开合。大方广狮子吼经回顶端一卷，唐的婆诃罗译。内容叙述佛在日月宫中，使圣基菩萨往北方欢乐世界法起如来之所，法超如来为狮子吼，后告于大众：释迦牟尼即我法起也。大方等无想经回顶端，又称大方等大云经六卷，北梁坛无衬意。有大云密藏菩萨使诸问云心赞许而说种种不可思议解脱之法门，有三十七品。最后南方诸天子来问经名，佛答三名：一大云，二大般涅盘，三无想，并受寂寞法中之事，第三十六品为其语之神咒。有大云密藏菩萨使请问云心赞许而说种种不可思议解脱之法门，有三十七品。最后南方诸天子来问经名，佛答三名：一大云，二大般涅盘，三无想，并受寂寞法中之事，第三十六品说其语之神咒。灌顶经回顶端佛说灌顶经，又称为大灌顶经、大灌顶神咒经十二卷，东晋博师黎密多译。自三归五戒经至生死的度经及十二不知经者，十二经一一有佛说灌顶四字，故名灌顶经。此就其功德而言，非洒水灌顶之意。灌蜡经回顶端灌蜡经详称为班尼环后灌蜡经一卷，西晋竺法护译。灌者，四月八日之灌佛也，蜡者，七月十五日之盂兰盆也。这一日为比丘安居之终日，故称蜡。佛依阿难之问说灭后于此两日可设斋会者。观无量寿经回顶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一卷，宋江良耶舍译。经中说佛应为提西夫人之请，而临平婆娑罗王之宫中，分十六观而说观想阿弥陀佛之身香及净土之相。各家书注如下：观无量寿佛经书一卷，随智者大师说；观无量寿经一书二卷，随慧远传；观无量寿经一书一卷，随集藏传；观无量寿佛经书四卷，唐善导集记；是观无量寿佛经记一卷，唐法聪传；观无量寿佛经妙宗抄六卷，宋之礼述；观无量寿佛经荣兴解一卷，宋之礼传；观无量寿佛经一书三卷，宋元诏述；观经福星论一卷，宋戒度述；灵芝观经一书正观记三卷，宋戒度述；观无量寿经书妙宗抄科一卷，宋之礼排定明真绝众牌；观无量寿佛经书妙宗抄绘本五卷，明真绝分会日本石观改修；观无量寿佛经图诵一卷，明传灯述；观无量寿经直指书二卷，续法集；观无量寿佛经约论一卷，彭济清述；观无量佛经兼注丁福宝注四十二章经回顶端。相传为后汉摩腾竺法兰共议，为大小乘中涉及四十二章经，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各家著述列举如下：四十二章经预注一卷，宋真宗皇帝注；四十二章经注一卷，明守岁注，乐同补注；四十二章经解一卷，明秩序者；四十二章经指南一卷，明道配述；四十二章经书抄五卷，续法述；大树紧那罗五所问经回顶端四卷，秦罗十亿。佛住在奇蛇绝山，大树紧那罗欲与他的眷属一同去意见佛，他弹琴的技巧非常高妙，使大众及山川都翩翩起舞。天官菩萨问大树紧那罗王为什么不成佛，大树回答说：菩萨十二无满足之法。大树请问宝住三昧，佛答以修习身起八十种之宝，于是出世之宝的自在。天官菩萨问佛：大树为什么以寂乐教化众生？佛详细的回答他。于是佛便应大树之请，率领大众到香山去，受他们供养，为他们演说妙法，又返回灵山，为阿舍世王等说三十二种菩萨之法器。菩萨善戒经回顶端，又称菩萨的九卷，留诵求那跋摩译，有三十品。第一序品与大宝积经优婆离会第二十四同。佛在给孤独园说三十五佛毁除罪之法，时有优婆离由禅定起请广说决定毗尼。佛为分别声闻菩萨之持犯不同，次次文书史说究竟毗尼。第二品以下并与瑜伽论中之菩萨的同意，弥勒菩萨以此经为宗，诚实的论而的持经又由实的论露出别行，因此的持经与善戒经大略相同。另有菩萨善戒经一卷，名六众八众四十八轻，
说菩萨受戒之法，即上经戒品中之别出，与玄奘所译的菩萨戒本、菩萨戒结摩文大同小异。佛印三昧经回顶端一卷，后汉安世高义印决定不变之意，诸法实相为诸佛之大道，决定不变，故名佛印。止观二有解此者成大道，是名佛印。同辅行即是实相，故名佛印。内容叙述佛在奇蛇绝山入于三昧，光照十方，大众云集，弥勒舍利弗问文殊以佛身所在，文殊时入三昧观之，皆不能见，须臾佛现，乃问其意，佛言住于身般若佛印三昧故也。盂兰盆经回顶端。盂兰盆经的缘起是因为木莲的母亲堕入恶鬼道中，食物入口变化为烈火，木莲求救于佛，佛便为他说了这部经，教他在七月十五日做梦兰盆，以解救他的母亲。盂兰盆是梵语，又叫做乌兰婆拿，意义为倒悬。七月十五日为僧侣们结下圆满之期，结下九旬，参学得道的人很多，在这一天修功，福德百倍，因此佛教中人在这一天做梦兰盆，施舍佛陀和僧侣们，以报答父母的恩德。现今在中元节做盂兰盆会，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盂兰盆经一卷，西晋竺法护所译。善身经回顶端有以下几种。一、后汉安世高义称为佛说施迦罗月六方礼经。二、西晋之法度义称为佛说善身子经。三、善身经在中阿含第三十三。四、善身经在长阿含第十一。五、善身经在优婆塞一集会品。善身童子顺婆罗门之法，每朝洗浴礼拜六方，佛见之而说佛法之六方礼。父母为东方，应以五世敬顺；师长为南方，应以五世敬奉；妻父为西方，应以五世敬呆；亲族为北方，应以五世观敬；壮仆为下方，应以五世敬受；以沙门婆罗门为上方，应以五世供奉；礼敬如是诸方，则死的升天。弥勒上身经回顶端详称观弥勒菩萨上身兜率天经一卷，诵举渠经深意。内容说弥勒上身兜率天及兜率内院及弥勒净土之乐事。书注如下：弥勒上身经宗要一卷，新罗园小传。观弥勒上兜率天经赞二卷，唐窥基传。弥勒上身经料简记一卷，唐景星传。弥勒上身经述赞卷一，译者失明，内容不全。弥勒下身经回顶端有两种译本。一、后勤鸠摩罗什译弥勒下身经，说弥勒自兜率天下身言浮成佛之事。二、竺法护译观弥勒菩萨下身经。本经之书注如下：弥勒下身经书一卷，唐景星传。弥勒下身经述赞卷二，译者失明，内容不全。解身密经回顶端
解深密经为法相宗的重要经典，全书共八品，属于大乘方等部，共有四种译本。一、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的相续解脱经一卷。二、原为菩提留之所译的深密解脱经五卷。三、梁朝真谛所译的解结经一卷。四、唐朝玄奘译的解深密经五卷。现今流通的是第四译大般涅槃经回顶端，略称为涅槃经，有大乘小乘二经。小乘之大般涅槃经三卷，净法显义与白法祖所译的佛般尼环经二卷及师译的方等尼环经二卷，皆与长阿含游行经同本。大乘之大般涅槃经有两本，一四十卷北梁昙无忏译，称为北本涅槃，分十三品。二三十六卷刘宋慧观与谢灵运共同制北本，称为南本涅槃，天台张安依此经作书。梵网经回顶端，详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梵网经本与华严经同部，有百二十卷六十一品。罗什三藏于长安翻译经论，最后译出经中专名菩萨行的之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之一品，此时道荣道浩等三百余人即受菩萨戒，各诵此品，且写八十一部流通于世。梵网者，从辟也，大梵天王之因陀罗网，重重交彻，无相障合，诸佛之教门，亦重重无尽，譬如梵王之网。各家著述如下：梵网经记二卷，唐传奥述；梵网经菩萨戒本书六卷，唐法藏传；梵网经菩萨戒本述记四卷，唐盛庄传；梵网经菩萨戒本书五卷，现存卷二及卷四，唐至周传；梵网经菩萨戒书四卷，现存上卷，唐法喜传；梵网经菩萨戒注三卷，宋慧英注；菩萨戒本经兼要一卷，明智续兼；菩萨戒结摩文释一卷，明智续兼；梵网经玄义一卷，明智续述；道访定梵网经合注释经上下七卷，明智续述；道访定梵网经菩萨戒略书八卷，明弘赞述；梵网经直解释经上下四卷，明寂光直解；菩萨戒书随见录一卷，明经释造；梵网经菩萨戒出经八卷，书玉述；梵网经直解释义一卷，梵网经戒光一卷，静挺着；梵网经顺诸释经上下二卷，得遇顺诸；菩萨戒本持梵要记一卷，新罗园小述；菩萨戒本宗要一卷，新罗大贤传；梵网经古籍记释经上下四卷，新罗大贤传；梵网经菩萨戒本司记卷上，新罗园小造；梵网经菩萨戒本书三卷，新罗义记述；顶深王经回顶端有两部。一、佛说顶深王故事经一卷，西净法句义；二、佛说顶深王因缘经六卷，赵宋师护义；
这两部经都描述鼎身王的行迹，而其中有一部分出入。从前有一位布沙陀王，有一天头上突然长了个泡，从泡里头伸出一个小孩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为金轮王，又称为鼎身王。鼎身金轮王征服四天下之后，便上刀立天，想要加害上帝，自己来取代上帝的位置，后来没有成功，困病而死。鼎身王也就是释迦佛，据舍光记八曼陀多是王名，唐云我养，是从布沙王顶泡而生，颜貌端正，王抱入宫，告谁能养，诸公各言我养也，故以标名，就云鼎身王，此一番也，然非正目，此王长大为金轮王。观所愿圆论回顶端一卷，陈那菩萨造，唐玄奘译。本论以因明三知之法，说明心外之所愿原非有，心内之所愿原非无者。注释如下：观所愿圆论会是一卷，明明喻会是。观所愿圆论直解一卷，明智续解。观所愿圆论释记一卷，复问答释疑，明明喻录记。观所愿圆论释直解一卷，明智续解。杂集论回顶端，又称为分别明数论、广成体意论，是无者等所造，今盛行者为觉师子之释论及安慧菩萨之柔论。摄大乘论回顶端，又称为广包大义论，无者菩萨所造，是论为天清及无性造，有三种译本。一、后为佛陀善多译二卷。二、陈真谛译三卷。三、唐玄奘译三卷。前两本称为摄大乘论，后一本称为摄大乘论本。陈实论回顶端，十六卷，诃梨跋摩造，摇琴罗什译。陈实者，陈立修多罗中十译之译，有慧引的《陈实论》一章二十卷，道藏的书十六卷，以经王译。无者摄论回顶端，五摄论之一，无者所造之摄大乘论，有三种译本。一、后婆佛陀善多译二卷，称为摄大乘论。二、陈真谛译三卷，称为摄大乘论。三、唐玄奘译三卷，称为摄大乘论本。辩证论回顶端，八卷，唐沙门法林传。论中已道，如二教与佛教作对比，辨明佛教正直之书。书中分三教治道篇以下十一品，书后记载撰者与尚书右仆射蔡国公之书。大宗的玄文本论回顶端，二十卷，马明菩萨造，陈真谛译。论中以十种爱乐心、十种识之心、十种修道心、十种不退心、十种真金刚心及一大集自然陀罗尼的之五十一种为法门之大宗的，以显示一多相及无碍自在之大缘起门者。但五十一种之名字存梵语，且以古来未书事而解之至难，其论体似是摩诃衍论。百论回顶端，二卷，提婆菩萨造，天清菩萨释，鸠摩罗什译三论之一。
依提婆之范本，原有二十三品，每一品有五偈，合有百偈，故称百论。是清舍论，回顶端，又称为天清舍论、五舍论之一，为是清所者之无者舍论、是论。有三种译本。一、陈真第一舍大乘论释十五卷。二、随即多一舍大乘论释论十卷。三、唐玄奘一舍大乘论释十卷。文殊师利问经回顶端二卷，梁僧伽婆罗译有十七品，分别大乘之诸界、悉檀之字母、佛灭后小乘二十部之分出等，属大乘律藏。阿毗达摩发智论回顶端佛灭后三百年末，迦多衍尼子造唐玄奘译二十卷。六足论一门少，发智论最广，故后代论师以比六论为足，发智论为深，因而命名为发智深论。以上六足一生七论，为一切有不宗之根本论。同本义亦有阿毗昙巴坚度论、福勤僧伽提婆、诸佛念共义三十卷。坚度积聚之意，发智论已有篇章八句，称为八坚度论。王法正理论回顶端一卷，唐玄奘译详称佛为幽田国王说王法正论经，与不空所译的王法正论经同本，皆于家论抉择分中寻四的之别行。内容说帝王十种之过失，十种之功德，五种之衰损法，五种之方便法，五种之可爱法，五种之能引可爱法。文殊悔过经回顶端一卷，西净竺法护译文殊菩萨所说之忏悔法。佛在其舌觉山，心学菩萨必于狐疑，有如来其光照耀菩萨，未知请问文殊。文殊未说忏悔，随喜请法心功回向发愿诸法彼等皆的无生法忍。佛遥闻而赞叹之。大乘玄论回顶端五卷，随嘉祥寺之吉祥传第一、二地义、第二、八部义、第三、佛性义、第五、一乘义、第六、涅槃义、第七、二智义、第八、教基义、第九、论基义。将三论宗的要义加以委屈详尽的解说。大智度论回顶端简称为智度论，也称为大论，共一百卷，龙树所造，姚勤鸠罗什翻译。智度就是梵语般若波罗蜜的意义，这本大智度论是为了诠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而作，因此命名为大智度论。与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合称四论。大乘五蕴论回顶端大乘五蕴论为世亲所造，唐玄奘译共一卷。此论详尽的说明色、受、想、行、识五者之意，为法相宗所胚胎，研究相宗者应当先从大乘五蕴论开始。安慧有大乘广五蕴论，即是推广此论的大意而作。文殊师利问菩提经回顶端一卷，勤罗什译佛初得道在迦耶山，
入诸佛甚深三昧地观诸法之性相，文殊知之，问云何发心？佛答无法事发。次月净光德天子与文殊问答菩提之意，成为十论，回顶端。十卷，护法等十菩萨各造论十卷，是世亲之三十颂，唐玄奘师和柔为十卷，位于家宗的重要典籍。大乘起信论，回顶端。马明菩萨造，有心救二义，救义者为梁朝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一卷，新义者为唐时叉难陀所译二卷。现今通行的是旧译本。本论演说如来藏缘起之理，各家著述甚多，以随会远起信论一书、唐法藏起信论一记等最为著名。五教章，回顶端。三卷，唐法藏者，述自宗所立五教之教义。本书题名不一，和本之上中两卷题为华严一乘教记七字题，和本之下卷题为华严经中一乘五教分歧义十一字，唐本三卷称为华严一乘教义分歧章。宋晋元序华严一乘教分记，新罗崔志远所着贤首传曰华严五教章，宋朝四大家皆用唐本，然贤首宋新罗亦相继海东师之书，未为一乘教分记，又自者之华严传中，未为华严教分记三卷。著书列举如下。在智之堂本有道庭之意愿书十卷，官复之悉心记五卷，师会之复古记三卷，西迪之集成记五卷，未智之和本有指示记三卷，经开为六卷，通路记五十卷，问答抄十五卷，转世三十卷，皆何人所作？四交仪回顶端。六卷随至已者，名化仪化法四交之意。注解各书如下。四交仪集解三卷，宋从义传。四交仪备释二卷，圆圆翠树。四交仪集注科一卷，圆蒙论排定。四交仪集注结义一卷，灵药结。四交仪注会补福弘记二十卷，信全记。佛仪教经回顶端。详称佛垂般涅盘略说教戒经。各家之论注如下。一、佛仪教经论书结要一卷，天清菩萨论，宋智元书，宋晋元结要，明朱红补注。二、仪教经论注法记一卷，宋元照述。三、仪教经论记三卷，宋观复述。四、佛仪教经补注一卷，明守岁注，乐同补注。五、佛仪教经解一卷，明智叙述。六、仪教经指南一卷，明道配述。优田王经回顶端。佛说优田王经一卷，西晋法句义。这部经与佛说大乘日子王所问经同为大宝积经九十七卷优陀阎王会之意义。内容叙述优田王之政后皈依佛的须陀洹果，国王听信无比夫人之赠言，想要杀害政后，国王朝政后发了三支箭，箭却停在国王的头顶上，国王非常惊讶，也后悔自己的作为，
便和五比夫人到佛这里来忏悟他们的罪过，佛为他们讲说大夫及夫人之道。《金刚寿命经》回顶端有两部，一、佛说一切金刚寿命陀罗尼经。唐金刚智译，佛在勤迦和策对四天王说延寿之陀罗尼。二、金刚寿命陀罗尼念诵法，唐金刚智译，报身佛自色界顶下须弥山，应一切如来之请，说延寿之陀罗尼。这部经有两本，一本是《金刚寿命陀罗尼经》，一本是《金刚寿命陀罗尼经法》，常称为《寿命经》。人仙经回顶端一卷，诵法贤义。频婆娑罗王命中为毗沙门天王之太子，名曰人仙，数刀立天上梵王说法之事，与长阿含舍尼沙经同本。大日经回顶端，本名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为密教三部经之一。毗卢遮那为日之别名，因此又称为大日经。大日经有唐朝善无畏的一本，七卷，前六卷为正经，第七卷为供养法秘密不胎藏戒真言之本经。譬喻经回顶端，梵文称为阿波陀那，这部经用譬喻的方式使人明了意旨之所在。正理论四十四，言譬喻者，为令小物所说一宗，广引多门，比例开示，如常遇等契经所说。法华经方便品，一说于因缘譬喻并止也。藏经中提譬喻经有五部。一、比丘道略集之杂譬喻经一卷。二、诗意之众经传杂譬喻经二卷。三、吴康森会意之旧杂譬喻经二卷。四、诗意之杂譬喻经二卷。五、后汉之楼嘉称所译譬喻经一卷。以上五部同名别本。金律异香等饮食卷譬喻经经不传。此外湮灭之同名经十部，载于初三藏记。又有佛说譬喻经一卷，唐义净义，佛为圣光王说空病、树根、二鼠、四蛇、毒龙、密滴、风势、火烧等譬喻。无量寿经回顶端二卷，曹魏康森楷译，净土三部经之一。此经说无量寿佛之因地修行，果满成佛，国土庄严，摄受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彼国等事，概括无疑。无摄之机，通于圣凡，凡为具摄三倍，为除忤逆十恶，诽谤正法。此经前后有十二义，中存五亿欠七亿，各家的著述如下：无量寿经一书二卷，随会远传；无量寿经一书一卷，随集藏传；无量寿经记二卷，上卷残，下卷义，唐玄一集；无量寿经连一述文赞三卷，唐景新传；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元小传；无量寿经起信论三卷，彭济清述；无量寿经会议一卷，魏元会议；莲华三昧经回顶端。这本经在藏内没有收录，
经中有归命本觉心法身等记文八句，说显密之极止。日本安然的菩提心意及教实意，甚引此文。弘法之意本及深意中题为无障碍经，引此文。日本慧心之真如观也题为无障碍经，引此文。日本续藏经第一及第三套第五册题为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不空三藏意，举一卷。故想及疑，台家经指相成口诀中云，莲华三昧经亦云无障碍经，具体云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至正大师跋十卷中制要请来云。陆王禅院如意宝珠记资有经其名云莲华三昧经，正旦国中唯一不知经也，故正旦青龙四法全阿舍离受此经于慧果和尚，和尚转传所授于大日如来之经也。弘法大师传教大师入唐时，虽妄传私经，不受之。法权即是记大圣文殊遣护法善神告法权，汝所密之莲华三昧经，无可受之器，愿可受我。法权乃受之。昔日本西元寺前太政大臣孙竹元院禅师投3500两黄金于大宋国，求此经。时清凉山竹林寺长老为五台山修造替3500两黄金，是时童子现来开宝藏受莲华三昧经，尔来经在我朝，天台山代代作主传之为真言秘密法圣蛮经，回顶端详称圣蛮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卷，留诵求那跋陀罗译。此经旨去以一乘为宗，与妙法莲华经同，妙法莲华广说，此经略说。法华有三会及种种全实，此则有二死五住之言，广略虽易，理可互明。此经为大宝积经第48圣蛮夫人会之意义。佛在给孤独园波斯匿王莫利夫人共制书于其女阿瑜舍国王妃圣蛮夫人称扬佛德，圣蛮的书欢喜说记，邀请佛来现，佛即现身，圣蛮说记赞叹其德。佛未受记，圣蛮复发时弘誓愿，感天花天音，乃至说大成了意，广明二圣不了意。佛赞应释放光升空而还独圆，告阿难及天地世劫名复数。本经之注述如下：圣蛮经宝窟六卷，随即藏传。圣蛮经亦记上卷，缺下卷，随会远传。圣蛮经述记二卷，唐沙门基说亦另记。圣蛮经书一思抄六卷，日本圣德太子书唐明空思抄。圆觉经回顶端详称大放广圆觉修所罗了一经一卷，唐佛陀多罗译。内容叙述佛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现诸净土，文殊普贤等十二大士次第请问因地修正之法门，佛一一答之，因而一经有十二章。各家注述如下：圆觉经略书四卷，唐宗密述。圆觉经大书抄科三卷，存中语下，唐宗密志。圆觉经略书之抄25卷，唐宗密于大抄略出。圆觉经大书12卷，唐宗密述。圆觉经大书释义抄13卷，唐宗密传。
圆觉经略疏科一卷，唐宗密传。圆觉修多罗了一经略疏注四卷，唐宗密述。圆觉经略抄十二卷，唐宗密于大抄略出。圆觉经抄变遗物二卷，宋观复传。圆觉书抄随文要解十二卷，宋清远述。玉著圆觉经二卷，宋孝宗皇帝著。圆觉经类解八卷，宋行廷解。圆觉经略疏续注一卷，宋如山著。圆觉经略疏续注一卷，宰下半，宋如山著序。圆觉经新进六卷，宋智聪述。圆觉经集注二卷，宋元翠述。圆觉经加宋集解讲义十二卷，宋周琦述。圆觉经直解二卷，明德清解。圆觉经进士六卷，明通润述。圆觉经要解二卷，明记正要解。圆觉经句式正白六卷，弘历者。圆觉经连珠一卷，静挺者。圆觉经西一书四卷，通理述。圆觉经经解平林卷上，明交红纂。圆觉经讲义二卷，地贤讲演。称赞大乘功德经，回顶端。一卷，唐玄奘译。佛在宝华殿，得延华菩萨问何等是心学菩萨恶有以远离者。佛言无如乐二圣之人，宁堕地狱，不可起二圣之作意，赐名谤大乘之罪，即是大乘之名义。贤结经，回顶端。在佛经之中，过去之注解称为庄严劫，未来之注劫称为新秀劫，现在之注劫称为贤劫。现在之注劫二十增减中有千佛出世，因此称赞为贤劫。贤劫经亦为贤劫定义经。前半部说诸三昧，诸度无极，佛之神通功德事，后半部说贤劫千佛事。贤劫经八卷，西晋主法护译。观世音菩萨受记经，回顶端。又称为观世音菩萨的大势至菩萨受记经一卷，宋谭无杰译。佛在鹿苑为华德藏菩萨说如幻三昧之后，放光照安乐世界，观音是至二大士来，佛说其过去发心之因，并受补处成佛之际。大乘经回顶端。凡说作佛道法之一切经典，统称为大乘经。佛以众生的根基大小不同，因此说教也有大小之别。对小基说声闻缘觉之法，称为小乘；对大基说六度之法，称为大乘。佛灭度之后，弟子将佛的说法结集起来，分别大小二经，各为一藏。无问自说经，回顶端。十二部经之一，梵名优陀那，亦为无问自说。无问者，佛自说之，如阿弥陀经。大乘一章仪第五名为优陀那经，此番名为无问自说，不由资请而自宣唱，故名无问自说经也。论一经，回顶端。十二部经之第十二，梵名优婆提舍，亦为论义。经中设问答而辨明法相之处，称之为论义经。制度论三十三，论义经者，
答诸问者是其所以。又复广说诸义，如佛说四谛，何等是四？所谓四圣谛，何等是四？所谓苦集灭道圣谛，是谓论义。广博严禁不退转轮经回顶端四卷，刘宋智言宝云共义。文殊师利以神通力与舍利弗同到十方世界供养佛，及一切菩萨还只缘请转不退之法轮。佛因说罗汉成就五逆满足五欲远离正见等之密语，众会惊疑。文殊视之，其他有菩萨之密语、佛之解释、菩萨之赞记等，法华不知舍。摩诃摩耶经回顶端，又称为佛身刀立天为母说法经二卷，其谈景义。佛一下身于刀立天为母摩耶说法，使证出果，后慕天下，见次化度，受魔王之请，入于涅槃。摩耶去来观所，开佛观，母子相见，说法以彰明孝道。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回顶端一卷，宋江良耶舍义。佛在青莲华池经舍放眼光照二菩萨之顶，现十方之佛事，二菩萨各说咒，现璎珞于佛。佛受二菩萨成佛之际，赐说其观法，说五十三佛之名，最后为阿难说二菩萨往昔之因缘。莲华面经回顶端二卷，随那莲提离耶舍义。佛将入涅槃，赤使阿难地观今生，为说舍利弗所作之佛事，又为现将来坏法之恶事，使身厌离，赐至菩提树下，诸天哀叹。佛为旋即莲华面破佛波，法愿诸灵回顶端一百二十卷，唐氏道士传，以佛经故事分类编排，共一百篇。每篇或有数义，或无数义，为利不一。大指推明罪福之由，用深净信念为引经据典之作。杂阿含经回顶端四阿含经或五阿含经之一。杂即不涉于其他阿含经中的篇章，而成为杂阿含经。一本有三。一杂阿含经五十卷，诵求那跋陀罗译。二杂阿含经十六卷，诗译。三杂阿含经一卷，诗译。卢智长者经回顶端，详称为律智长者因缘经一卷，诗译。即千滩的卢智长者得道之因缘。卢智长者又称为卢智长者、刘智长者。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有一位长者名叫律智，他的家里有很多钱财，做人却很贪心又吝啬，平日穿破衣，吃糠菜，常常被人嘲笑。一天城里有节会，人们把房屋布置得很庄严，准备了饮食歌舞来庆祝。卢智回到家，开了宝库，取出五钱。他想，如果在家里还有母亲妻子眷属，一定要花很多钱，就用两钱买面，两钱买酒，一钱买葱。从家里抓了一把盐到城外去，到了一棵树下，他看到树下有很多黑鸟，怕他们来抢，便到坟墓去，又碰到猪和狗，便又逃避到空静的地方，酒里掺了盐，合着面喝着，醉酒之后，他一面跳舞，
一面唱着：“我今节庆会，纵酒大欢乐，余过毗沙门，亦胜天地事。”那时天地是在佛之前，以方便门打开卢志的宝库，把他的钱财都施舍给世人。卢志不知如何是好，便到佛的地方去，佛为他说法解度。菩萨应落经回顶端。十四卷姚琴竹佛念义，又称为现在报经。应落取菩萨以实德庄严其体之意。菩萨应落经说种种大乘之法门。月光童子经回顶端。月光童子又称为月光儿，他的父亲德护是摩揭陀国王舍城之长者。德护听信六师之言，坐火坑想要害佛，月光童子向他谏止，德护不听。后来佛到了之后，火坑变成凉池，德护非常后悔，便皈依了佛。得须陀洹果，佛与月光童子已成佛之际，且说佛灭后当作支那国王、兴隆三宝。佛说月光童子经一卷，悉净主法护意，其他同本意义的有佛说得护长者经、生日而本经、佛说生日经、菩萨内戒经回顶端。一卷刘宋求那拔摩意，内容叙述佛十五日说戒之时，文殊请问出发意，道俗之菩萨当作何功德，佛为说十二时戒法。月上女经回顶端。月上女为摩羯之女，才出生没有多久，就长得像八岁那么大，容貌美丽，姿态端正，城里的人都争相来向她求婚。月上女对他们说：“我自己会选择我的夫婿的。”于是选定了一天，和城内的士人们会面。月上女在众人面前登上天空，演说佛偈给众人听。大众听了之后，都抛除了淫荡之心，向月上女叩头行礼。从此之后，月上女便到佛所与舍利弗对扬生意。佛说月上女经二卷，随舍那觉多意。菩萨戒本经回顶端。一卷弥勒菩萨说：“北梁坛无忏意，此即每半月诵之戒本，此意最善，但为瑜伽秉承宗之戒本。”月登三昧经回顶端。月登三昧，佛对月光童子说：“一切诸法体性平等无系，论三昧之法门，因童子之名称为月登三昧。有两种译本：一、高奇那连提耶舍译十卷；二、刘宋先公译佛说月登三昧经一卷。”阿舍世王经回顶端。阿舍世又作阿舍冠、阿舍多舍多禄。摩羯陀国国王频婆娑罗，王后维提希。维提希怀胎的时候，相师为他占卜，说他腹中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陷害父亲，因此命名为阿舍世，就是未生愿的意思，还没有出生便结了愿的意思。国王知道了很不高兴，便和王后商量，在阿舍世生日这一天把他从楼上摔下来，不料阿舍世只折伤了一根指头而没有死，因此又命名为折指。阿舍世长大之后，受到坏朋友提波达多的煽动，把父母囚禁起来，即位以后并吞小国，威震四邻，
建立统一印度的基础大业。后来因为害父之罪，遍体生疮，他到佛那里去忏悔，身体立刻平愈了。从此之后，他便皈依佛陀。佛灭度之后，五百罗汉劫及佛说阿舍世王为他们护法。佛说阿舍世王经二卷，后汉之楼迦谶译，与佛说未曾有正法经同本意义。这部经说的是阿舍世王闻文殊师利菩萨说法而得悟，属于方等部。三转法轮经回顶端。佛说三转法轮经一卷，唐义敬义。佛于鹿野苑对于五比丘三转四谛，使身眼智明觉。三转包括示转、劝转、正转。一、示转：此是苦也，此是集也，此是灭也，此是道也，此是四谛之四相。二、劝转：苦当知，集当断，灭当正，道当修，此劝谛之修行。三、正转：苦者我已知，集者我已断，灭者我已正，道者我已修，此佛自举己为证。于此三转，上根者以第一之示转，中根者以第二之劝转，下根者以第三之正转，而各悟道。又此三转如次第配于见道、修道、无学道。法华经化成玉品，三转十二行法轮。维摩经佛国品，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文句七：三转者为是劝证。据舍论二十四：此苦圣地，此应变之，此以变之，是名三转。菩萨戒经回顶端。姚勤罗十亿梵网经中之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共二卷，题为梵网经律遮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又别录下卷中记诵以后所说之戒相位一卷，以便诵持。台祖智者称为菩萨戒经，弟子张安继智者之说，作一书二卷。华严之法藏题为梵网经律舍那佛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作书五卷。各家之著述如下：菩萨戒一书二卷，随智以说，门人灌顶记。菩萨戒经一书绘本二卷，随智以说，灌顶记，日本真引分会。菩萨戒经书山补三卷，唐明矿山补。菩萨戒经书注八卷，宋宇贤入书间经家注释书。菩萨戒经一书发引五卷，明珠红发引。菩萨戒经一书发引释义一卷，明珠红述。菩萨戒经一书发引问辩复释义一卷，明珠红述。佛本行集经回顶端。六十卷，随舌那觉多义。内容叙述佛一代化机之本纪。经末有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只师名为大士，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迦叶，为师名为佛身因缘，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弥刹塞师名为尼藏根本。金刚光焰指风雨陀罗尼经回顶端。一卷，唐菩提留志意。佛在摩迦陀国逢暴风雨，说制服为风雨害之恶龙之弹法神咒，中则大声波噜茶王自作起，
复说降伏恶龙之神咒，名曰金刚资光焰闪电真言，波噜茶味金翅鸟，故名金刚资。佛的经回顶端，一卷，唐玄奘译。佛的通教时的之第十位，第九的之菩萨，最后顿断烦恼所知二障之习气而成道之位。佛的经一一细是佛为妙身菩萨说佛的之五相，为清净法界及四智。有佛的经论七卷，清光菩萨造，唐玄奘译。金刚记诸菩萨修行分经，回顶端。详称大乘金刚记诸菩萨修行分经，一卷，唐菩提留之译。佛为普思义菩萨说金刚记诸王化身悉陀太子修行金刚如来心品三摩地，即说外道苦行之恶报，并不施受三摩耶法，自作法咒之恶果。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回顶端。三卷，唐书婆迦罗译。与赵宋法贤所译的妙毕菩萨所问经同本，属于密三藏中毗尼藏的密经要典。开元录九，苏婆呼童子，唐言妙毕童子。西林音译七，苏摩呼，此云妙毕。妙吉祥观门经，回顶端。详称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五卷，赵宋慈贤译。佛在舍卫国，弥勒菩萨等问佛三圣妙法门之外，更有法否？佛言有摩诃三昧耶秘密门法，修者得速成佛，即放五色之光，化现毗卢遮那等五佛，并诸菩萨诸金刚而说持诵之法。汝光经，回顶端。详称汝光佛经。一卷，西净竺法护译。佛是有风疾，命阿难起汝于梵志家，梵志积贤为魔说法开悟之，帝释化为童子，古牛牛母牛子欢喜不失，阿难以知白佛，佛说牛之往因，受成道之际。本是经，回顶端。十二部经之一。梵曰：依地目多加为佛说弟子菩萨声闻等过去世行业事例之经文。显扬论：本是有为如来说圣弟子前世等事。又有本是经七卷，唐玄奘译。有三品，从法品第一说一法之法术，乃至三法品第三说三法术。法句经，回顶端。又称为檀波记，二卷，法救尊者造，无为指南等译。法句经及法句譬喻经中三十九品之法句，共有七百五十二记，巴利文的原本现存。法句譬喻经四卷，西净法句译，有三十九品。无量义经，回顶端。一卷，萧齐檀摩迦陀耶舍译。佛将于法华说无量之法归于十相之一，先说此经名无量之法，由一十相而生，故谓之为法华之开经。又法华论列法华十七名，无量义经为其中一名，是法华之十相，有自身无量义之理，故以为别名。优婆离经，回顶端。有两部。一中阿含经三十三，苦行尼间的弟子之中，有一位优婆离居士，他说三业之中以一业最重，
他本想难破佛的利益，反而被佛所感化，断除疑惑，求得正果，又称为别意优婆离。二中阿含经五十二九七灭证等问答如法不如法者，是持律第一之优婆离。耶止经回顶端一卷，刘宋举渠经深意，内容说迦奈国婆罗门耶止舍外道归佛，不能受持五戒向佛还戒，佛莫不答，有五鬼神来欲害之，佛放光救之得苏身，外道忏悔更受戒，即得出果。延寿经回顶端详称佛说延寿妙门陀罗尼经一卷，宋法贤义，内容叙述佛在菩提道场时，因金刚手菩萨之请而说延寿之妙咒。其他同本一名的有护命法门神咒经、善方便陀罗尼经、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经、胞胎经回顶端一卷，西晋主法护义，内容说入胎之因缘及胎中三十八个七日生长之相貌，出胎七日后所生八万尸虫之名字，莫说五阴皆无常，苦无我我所。本经及大宝积经第十三佛为阿难说人畜胎会之意义。法华三昧经回顶端一卷，刘宋智言义，内容叙述众会欲问佛，佛放口光遍照十方，即不见佛，大众各入三昧，亦观察不可得，罗越王变通及女力行等来，佛由的涌出，坐莲华之上，力行问佛，乃至得道，与众问答，诸女发心皆出家，王亦出家的受记。尼母经回顶端，又称作毗尼母论，八卷，诗意。母经，梵语称为摩夷，意为行母。是全显行法能生行，如母之生子，故称为行母，为论藏之别名，今为毗尼之论事，故名毗尼母经。宝寿菩萨菩提行经回顶端一卷，照宋法贤义。宝寿童子年纪才三岁，便用金莲供佛，与木莲舍利弗互相问答，明大乘之法义，又与妙吉祥菩萨问答，宝寿依次以一气之饮食，便供佛僧而不尽。放波经回顶端一卷，诗意，及普超三昧经奉波品之别一本，内容叙述二百天子欲退大兴，佛化作一人，持百味饭食实现佛，佛即至波于地下入地中，至赖毗罗耶佛刹悬空中，使诸弟子所知不得，最后文殊师利所知，还现佛所，赖毗罗耶佛因为诸弟子说诸菩萨在娑婆世界行苦道，二百天子闻之，遂发大心。古尊素语录回顶端四十八卷，宋泽藏主集，搜集南岳怀让以下数十人之语录，为南岳下禅风之主要典籍，出于大明三藏目录月藏之经四十二等。密严经回顶端详称大乘密严经，前后有两义，一唐的婆诃罗译三卷，二唐不空译三卷，内容叙述佛住出过三界密严国，有金刚藏菩萨问佛第一义法性，佛答以如来藏不生不灭，
四对金刚藏菩萨诸事，开说如来藏阿赖耶识等大乘法相，一经十中，皆系此说。简水喻经回顶端，佛说显水喻经一卷，诗意。佛陀举出沉没于海水的人乃至渡海水人七种比喻，以譬喻沉没于生死的人乃至到达彼岸的人七种而讲说佛法。阿舍世女王经回顶端，佛说阿舍世王女阿树达菩萨经一卷，悉净主法护意。阿舍世王的女儿名叫无畏德，年十二，与舍利弗、目连等诸声闻论难，尽使屈服。本经与《大宝积经》无畏德菩萨会第三十二同本意义，摄于方等部。无常经回顶端，一卷，唐义敬义，又称为《佛说无常经》、《三起无常经》。简称三起经。无常经说老病死三法之不可爱，后附五言诵十二首，七言诵四首，称为无常记，西天僧藏时诵之。教王经回顶端，有三部。一、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正大教王经上，三卷，唐不空义。二、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正大教王经，二卷，唐不空义。三、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正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照诵师护义。一般所称的教王经，指的是不空的一本。诸佛要集经回顶端，二卷，悉净主法护意。佛由于耐从树间于十世之中宴坐三月，便升到东方普光世界天王佛处，与诸佛说要集之法，乃至说文殊尽其神力不能起离异女人之入定事。悲华经回顶端，十卷，北梁坛无称义。宝海梵志劝无正念王及其千子一宝藏如来所发无上心，使各取净土。无正念王受无量寿之际，王之第一子受观世音之际，第二子受大势至之际，乃至千子悉受记也。龙师女经回顶端，一卷，无知千亿。须夫长者的女儿名叫龙师，她在河边沐浴的时候，远远见到佛的相貌庄严姣好，便发了菩提心。魔道便为父之乡，起初引诱龙师女去修小乘，龙师女心坚不动，魔道又教她投楼而死，龙师女便为男子，因而得道。菩萨藏经回顶端，一卷，梁森迦婆罗意。舍利弗问忏五随喜劝请回向，佛具答之：初名十世界之十佛，始结坛受持，后名过去大光明具如来时，世尊为结迦陀天女受持此经，即转女身。咒齿经回顶端，一卷，东晋竹坛无兰意。经云：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南无舍利弗，大目犍连比丘，南无觉意明文边北方犍陀摩诃延山，彼有虫名修吼吴，在某牙齿中止，今当遣使者无感苍某牙及牙中牙根牙边虫不及下气中头破作七分，如鸠罗勒以梵天劝此咒，
南无佛使我所咒皆从如愿，是为经之全文而不说咒。普贤经回顶端，详称为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以普贤菩萨为本尊说修法华三昧之法，故天台以为法华之结晶，于法华三十讲之末日结讲了本生死经回顶端一卷，无知千亿见了十二因缘，即是见法见佛，与大乘舍离娑耽摩经同本，但说人不同，此为舍利弗对比丘而说者。待随求经回顶端，详称为普遍光明焰蛮清净炽盛如意宝应心无能胜大明王待随求陀罗尼经，又称为待随求陀罗尼经、随求陀罗尼经、随求经等二卷，唐不空义。佛在大金刚须弥峰楼阁及一切大众放顶毫之光，照十方一切佛刹说大神咒，称为普遍光明待随求陀罗尼，并说种种灵验之事，另有宝思维所译的随求集的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一卷，同本超略。三明经回顶端，有婆罗门通达三步一点，求生于梵天，称为三明婆罗门。佛为三明婆罗门二弟子破三明所说梵道之虚妄，说真实之梵道，设于长阿含十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回顶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第二十五品普门品，为观世音菩萨说普门圆通之德，是现三十三身普使一切众生圆通于佛道。法华科注八，普门即圆通之门也。嘉祥法华一书十二，普门者，普以周普为义，门觉开通无智之明，能通道令悟悟入，故称为门。宝两经回顶端，十卷，唐达摩流之意，又名显受不退转菩萨记。内容叙述佛于迦耶山顶放光明，遍照十方，摄入面门，受记于月光天子，当于支那国作女王，东方莲华眼佛世界指一切盖菩萨来问一百一事，佛以十法答之。善著秘密经回顶端，有两部。一、大宝广博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经的简称，不空义，三卷。二、广大宝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经的简称，善无畏义，三卷。这两部为同本意义。金刚三昧经回顶端，二卷，施以人名。内容叙述佛于灵山入金刚三昧，说一乘真实之法，设法华不中。注述有两种。一、金刚三昧经结四卷，名圆成注。二、金刚三昧经通宗记十二卷，诸正述。虚空藏菩萨问七佛陀罗尼经回顶端，一卷，梁露师译。佛在基罗沙山顶，一比丘为恶病所持，一比丘为恶鬼所持，请虚空藏菩萨哀求于佛，佛现神力，七佛于空中各说一咒。大义经回顶端，大义为童子名，大义想要记住国内贫穷的人，便到海里去采宝。他听说海底有明珠，
想要把海水分开，把明珠采出来。天帝被他的精诚所感，特地来帮助他。海神知道了之后，非常驾恐，连忙把明珠交出来，大意把明珠带回去，施舍国内贫穷的人，大意就是释迦佛。大意经一卷，宋朝求那跋陀罗译。清净毗尼方广经回顶端。一卷，秦罗什译。文殊与祭调福音天子问答第一义地，又问答声闻菩萨之律行不同及种种之法门，因名菩萨住于五无间业而成无上道。法院一零章回顶端，详称大乘法院一零章法相宗慈恩传，内容说大乘之法相名数七卷，因此别号七卷章。有关的注述如下：大乘法院一零章补阙卷四卷七卷八，唐会找传。大乘法院一零章抉择记四卷，唐至周传。虚空藏菩萨经回顶端，一卷，姚夫佛陀耶舍译。虚空藏菩萨，从西方之圣华勤藏佛所现大神力而来，佛说其顶上宝珠之音，消一切之罪，满一切之所求。三千佛明经回顶端，详称三劫三千佛明经。今录则过去庄严劫千佛明经一卷，现在贤劫千佛明经一卷，未来新秀劫千佛明经一卷，圆藏合为一部，题为三劫三千佛明经。日本的播藏也仿效这样的做法。天品妙法莲华经回顶端，八卷，随舌那觉多达摩及多共议，多用十师之一文，辨其品之前后，天罗十本之不足，增加提婆达多一品，并要草玉品中生玉之一玉，故称为天品。入定不定印经回顶端，一卷，唐义敬义。妙吉祥问菩萨之退行不退行，佛言有五种之行：一、羊车行；二、象车行；三、日月神力行；四、声闻神力行；五、如来神力行。前二种有退，名为不定；后三种不退，名为入定，即入定与不定之法印也。福利太子因缘经回顶端，三卷，赵宋师互译。诸别除共会香味和行业最多获益利，阿难颜色相行业闻二百亿言经进行业，阿尼楼陀言工巧行业，舍利弗言智慧行业，以问佛，佛言其中智慧最甚，而修福因缘未及甚，应说福利太子之因缘正之。杂譬喻经回顶端，有五部。一、旧杂譬喻经二卷，稀土贤圣集吴康森会议。二、杂譬喻经一卷，又称作众经传杂譬喻经，比丘道略集秦罗什译。三、杂譬喻经二卷，师译。四、杂譬喻经一卷，后汉之楼嘉称译。五、譬喻经十卷，不入藏经。造塔功德经回顶端，一卷，唐的婆诃罗译。说佛在刀立天为观音菩萨分别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之一偈，
书写后安置于塔内。宝女所问经，回顶端。宝女又称为玉女，转轮王七宝之一。法华经，转轮王宝女闻香之所在。制度论，瞿毗耶是宝女，故不孕子。宝女所问经又称为宝女三昧经，简称宝女经，为大放等大集经宝女品第三之别义，分为十三品。有宝女为设立佛说大乘之身义，佛名其往因。造像功德经，回顶端。详称大乘造像功德经。二卷，唐提云般若意。佛在刀立天上，幽田王初造佛像，佛自天而下，王问功德，佛身赞之，弥勒因问灭业障之事，佛一一细答。时上经，回顶端。佛赤舍利弗时说法，舍利弗应说时上法。一、成法；二、修法；三、觉法；四、灭法；五、退法；六、增法；七、难解法；八、生法；九、知法；十、正法。由这十法，于第一法说十法，各增十，而说五百五十法。出自《长阿含经》九。受学无学人记品，回顶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第九品之名。学人，声闻成四果中欲流，一来，不还之三果云学人，阿罗汉果云无学人。此品即《法华基门三周说法》中之因缘周，由于彼等闻往昔之因缘，初回小乘心，发无上菩提心，佛于彼等受当来必当作佛之记别，故谓之受学无学人记品，常略名人记品。八大忍觉经，回顶端。一卷，后汉安世高义。八大忍觉有八法，为菩萨声闻缘觉大力量人所觉悟，因此而命名。注解列举如下。八大忍觉经略解一卷，明智续解。八大忍觉经书一卷，续法述。众续摩诃地经，回顶端。十三卷，照诵法贤义。佛在迦毗罗国，是众欲闻过去种族之事，佛赤目连说之，次续摩耶之声缘，乃至一代教化之事迹，世尊一生教化之记录。谤佛经，回顶端。一卷，原为菩提流之意。有狮子游戏菩萨等十大菩萨，已经做了七年陀罗尼，虽然精进修业，却不得息的，因而对佛法产生疑惑，舍戒还家，做比列的行为。当时阿舍是王舍大师，十大菩萨都在会坐，不为行善菩萨问佛十大菩萨之事，佛为他们阐明过去是谤佛的因缘，且说恶业消灭之陀罗尼。虚真天子经，回顶端。二卷，西晋主法护义。虚真天子发三十三问，佛一一答之。虚真又以三十二事问文殊，文殊一一答之，乃至有虚真与文殊诸种之问答。宝心陀罗尼经，回顶端。宝心陀罗尼经简称宝心经，八卷，唐波罗婆蜜多罗译，及大放等大集经中宝幢分支同本别义。内容为调伏魔王护持国土。宝心，三昧之名，
就今称为宝幢三昧。得此三昧，则观见一切法如宝心，犹如在高幢而下观，故称为宝心、宝幢。宝心经，时光为仙人即得菩萨三昧，名曰宝心，所得三昧于菩萨三昧一切观见，如在高幢。解脱戒经，回顶端，详称为解脱戒本经。一卷，原为瞿昙般若流之意，列迦叶毗不别解脱戒之本条，又为一切戒经之通名。制度论二，解脱戒经，即是大师菩萨处胎经，回顶端，详称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七卷，姚琴竹佛念义，经中记二月八日半，佛卧于金冠，以神通力示现处于母胎之宫殿，及十方之菩萨，说种种大乘之法。说完之后，将此经付嘱给弥勒菩萨，身负本行卧于金冠，寂然无声。后篇记分舍利起塔供养，大迦叶及八亿四千圣众，结集八藏。过去现在因果经，回顶端。四卷，诵求那跋陀罗意，佛说过去于普光佛所的受记，行深深菩萨之道，乃至于今生八相成道，是一一往因，终有与仙人论破明地及非享天之事。太子瑞应本起经，译出菩萨本起经与之同本。大放广如来秘密一经，回顶端。二卷，诗意东方宝藏佛所有菩萨，名叫无量智庄严王菩萨，问佛以如来秘密藏之法，佛答以发一切智心为首，说种种之法。迦叶更请说秘密藏之法，佛说逼恼菩萨，亦以菩萨之愿力而无害，如道于地者，还依得而起，打旃檀者，亦得香气。次说集众之十恶，能解如来之因缘说，亦即除灭。说亦即除灭。无极宝三昧经，回顶端。二卷，西净竺法护意，佛入无极宝三昧，召集十方菩萨，设立佛与十方来之菩萨及文殊师利问答法要。入楞伽经，回顶端。十卷，原为菩提留之意，另有旧意四卷，题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新意七卷，楞伽为狮子国之山名，佛入彼山而说此经，故称为入楞伽经。无尽意菩萨经，回顶端。四卷，流诵智言等意，无尽意菩萨在金刚界曼陀罗外扩北方，密号约定慧金刚、无尽金刚，衔接十六尊之一，白色，右持梵切，左卫权。无尽意菩萨从东方不炫国普贤佛所来，说八十无尽法门，与大集经无尽意品同。宝熙的成佛陀罗尼经，回顶端。一卷，唐不空意，佛在摩迦陀国清净园白莲池侧，七宝如意树王下，住于如意宝珠王三摩地，而说佛设立之神咒及修法。宝即如意宝珠，标众生心性之宝珠，且标佛设立之宝印。智光灭业障经，回顶端。详称佛说智光灭一切业障陀罗尼经，一卷，照诵师护意。
与佛说至具陀罗尼经同本意义。佛在日月天子宫说佛菩萨之名及咒，普贤菩萨赞叹而劝受持。大方广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回顶端。一卷，唐时叉难陀译。佛于菩提树下成正觉时，十方之诸佛现菩萨之形，为观音普贤等无量之菩萨现声闻之形，为舍利弗等佛入三昧名如来不思议境界。于诸相中现十方之佛刹，于诸好中现往昔之行门。于是得藏菩萨问普贤菩萨此三昧之名，普贤说其名意即证得此三昧之意福德因缘。无垢优婆疑问经回顶端。一卷，后为般若流之意。有无垢优婆疑、贤优婆夷等问佛佛塔的乃至四梵行三归戒之功德差别，佛觉之。旧乘喻经回顶端。佛说旧乘喻经一卷，宋法贤义。与佛说缘起圣道经，佛说被多数下思维十二因缘经同本。经中说十二因缘之观法，或逆或顺，观十二因缘，如行就到达旧乘，因此命名为旧乘喻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回顶端。一卷，唐弥陀山等译。劫毗罗城之战图婆罗门之七日后当命中，恐惧来见佛。佛敕使修理古塔，念诵神咒，因知命根增长，生于极乐国乃至成佛，遂广说造塔及咒法。圣君五所问经回顶端。一卷，宋师护译。与举渠经生一之见王经，玄奘一之如来是教圣君王经，意境一之佛为圣光天子说王法经大同小异。内容为佛为波斯匿圣君王说王法，并说十二因缘，但四山一遇后之三经和于老病死衰之四，此和于邪行老病死之四，名为四部。大庄严法门经回顶端。二卷，随那连提离耶舍译。佛在其舌闻书画现书圣之身色衣服，度淫女圣金色光明德，使得顺忍之物。此女画现死坏恶香，使常威德长老恐怖。亦佛闻法义的顺忍，佛为二人次第受记。五无反复经回顶端。佛说五无反复经一卷，刘宋举渠经文译。王舍城之犯至来舍卫国，徒见根者之子死，而其父母及奴仆等五人不愁哭，以为大逆而无反复之人。佛说理开犯智之心。大法古经回顶端。二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佛在指环说有非有之法门，波斯匿王及鼓吹背而来，佛言我当说大法古经，使迦叶令不堪闻大法者进去坐，说如来之常乐我净，不般涅盘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空经皆有方便。不思议神通境界经回顶端。详称佛说大乘不思议境界经三卷，照宋师护译。佛住法界光明菩萨宫，入普遍光明三摩地，而放大光明勤袈裟之菩萨云集，妙吉祥菩萨入无垢普光三摩地，现大神变而来，
普华壮天子问修何法，而得如是神通，佛以四种之四法答之。又说妙吉祥最初发心转女成男之因缘，大品般若经回顶端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27卷本与10卷本两种，一种称为大品般若经，一种称为小品般若经。嘉祥法师即藏有大品经一书10卷，缺卷2，又有大品经游译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回顶端详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也略称为千手经。现今流通的大悲咒就是这部经之中的咒语，一本有唐迦梵达摩所译一卷。大威德陀罗尼经回顶端20卷，随舍那觉多译。佛为阿难说陀罗尼之法本，一一法中是多种之名，多种之意，亦广说末世厄比丘之事，即说菩萨住于母胎中之楼阁庄严。六字神咒经回顶端一卷，唐菩提留之意。说文殊菩萨之六字咒与陀罗尼经第六文殊师利菩萨法印咒同本意义，别为六字神咒王经。彼为观音之六字章句陀罗尼也，经之六字为俺婆祭陀那末。大白伞盖经回顶端有两种，一本元朝时自西藏喇嘛教之经本译出，一光禄大夫司徒三藏法师沙罗巴译，题为《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二郡辩大师基传名的李莲的《罗摩宁等译，题为《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一卷。前卷记白伞盖佛母之画像念诵法，后卷附总赞叹导注记。原本藏经记收前义，明本藏经载后本，内容叙述白伞盖佛母之陀罗及其功德。大悲经回顶端大悲经为佛临涅槃时所说，以法覆主家业阿难等是供养舍利之功德及灭后劫集之法。高奇那连提耶舍所译大悲经共五卷，一字佛顶轮五经回顶端唐菩提留之意六卷，简称五佛顶经。佛以金刚密基主菩萨之请入大三摩地，现大转轮王之乡，说一字佛顶轮王咒已，十大千震动，魔宫火起，地狱苦袭，观世音金刚主二大菩萨闷绝壁的佛复说一切佛眼大明母咒，二大菩萨即醒起身，次说白伞盖顶轮王咒，次说光聚顶轮王咒，次说高顶轮王咒，共有13品。菩萨藏经回顶端一卷，梁僧迦婆罗译。舍利弗问忏悔随喜劝请回向，佛具答之，初名十世界之十佛，始结坛受持，后名过去大光明具如来时，世尊为结迦陀天女受持此经，即转为女身。八名普密经回顶端详称八名普密陀罗尼经一卷，唐玄奘译。有另外的一本称为秘密八名陀罗尼经，佛告金刚手菩萨有八名咒受持之者，
广大之威德一成，秘密之神用无损，故说八明咒。八明者，神咒之八种德名也：一、功德宝藏；二、庄严相耳；三、善勇猛；四、圣地云；五、诚炽然；六、微妙色；七、严饰；八、金刚王法经回顶端，详称佛为圣光天子说王法经，一卷一净义，有同本意义者如下：一、师护所译佛说圣君王所问经；二、举渠经身所译见王经；三、玄奘所译如来世交圣君王经，内容为舍卫国波斯匿王说治国之正法；八、师经回顶端，一卷无知千亿；八、师为杀道邪淫妄语饮酒老病死，佛师此八法而修道。内容叙述犯智邪寻问佛之师，佛以八师答之。善思童子经回顶端，二卷随舍那觉多义。佛起时毗耶离城至毗摩罗杰家，善思童子现华礼佛，是成菩提。佛未说法，童子正无生忍。八、佛名号经回顶端，一卷随舍那觉多义。内容为佛因舍利弗之问而说东方八佛之名号，闻者不退菩提。又有八吉祥经一卷，萧梁僧伽婆罗译，与八佛名号经同本。八吉祥即八佛之名号。另有八阳神咒经一卷，西净主法护译，为八佛名号经之意义。阿毗达摩藏显宗论回顶端，尊者众贤者，显阳自宗者，唐玄奘译四十卷。四法经回顶端，有三种经：一、佛说大乘四法经一卷，唐的婆诃罗译，说菩萨所修之四法；二、佛说菩萨修行四法经一卷，同人译，与上经一同而文稍译；三、大乘四法经一卷，唐时叉难陀译，说种种之四法。毕言录回顶端，又称为毕言集，十卷。宋桓悟与李周家山林泉院毕言方丈提倡雪窦诵古百则，桓悟弟子大会宗果，提起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真趣，一旦稍弃之，后人更实及其境余，传之于今。黄檗宗大智慧之注释，名种殿钞。四愿经回顶端，一卷无知千亿。佛对纯陀说，凡夫有四愿：一欲无生长寿康，二欲财产俸禄长富饶，三欲妻子眷属长恩爱荣乐，四欲放心自意淫五乐等，而命终时，四疑随人魂神不去，空为之故告。法界关门回顶端，一卷华严初祖中难度顺者。书中明三众之法界观，是华严宗关门之创始。内文有修大放广佛华严法界关门，略有三众：真空第一，理事无碍第二，周遍含容第三。湛茶经回顶端，详称湛茶善恶业报经，二卷随菩提登义。
的藏菩萨说头目排战及凶善恶之法，兼是忏悔之法，四是一时境界二道之观道事理具备。明智续者有战察经书三卷，战察刑法一卷，五教止观回顶端一卷，华严宗之初祖度顺者曰五教而名止观。五教章观经上，度顺禅师乃文殊师利菩萨之化身，弘以华严训以一成，遂造法界观一卷，五教止观一卷，是华严根本之章，圆宗最初之观。被五教止观者，即曰五教个别止观，故五教之名正是彼观。甘露经回顶端，详称佛说甘露经陀罗尼一卷，唐时叉难陀译。因为经文有取水一居，咒之七遍，放于空中，其水一提，变成十壶甘露，一切恶鬼病的饮之，无有乏少，皆悉饱满，因此称为施甘露真言，也称为十甘露咒。大庄严论回顶端，又称为庄严体义论，本颂为慈氏菩萨造，是为天报菩萨造。明论回顶端，又称为维陀论。维陀意为明，明是明智的意思，又有明察实事的意思。婆罗门立四明论，佛教立五明论。圣满宝窟中本五明论，此是明智人之所造，又学此论者亦能生人慧明，故称五明。为时数记疑明论者，先云为陀论，今云吠陀论，吠陀者明也，明诸时事故。辩中边论回顶端，又称为离辟章中论，本颂是慈氏菩萨造，是论是天亲菩萨造。法界无差别论回顶端，详称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兼会菩萨造，唐提云般若意，主旨在明菩提心。本论之著书如下：法界无差别论书一卷，唐法藏传；法界无差别论书领要抄科文一卷，宋普观录；法界无差别论书领要抄二卷，宋普观述；十宋律回顶端，六十一卷，后勤弗若多罗罗什共议。四律之一有不知本律，摩诃僧指律回顶端，四十卷，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议，为大众部所传之律藏。法显传，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的一部律，是摩诃僧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指环经舍传其本，自于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然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被析者。法华经论回顶端，详称为妙法莲华经论优婆提舍一卷，后为菩提留之意。优波提舍为论藏之一名，天亲菩萨是法华之论藏也，有缘为乐那摩提之意义一卷，题为妙法莲华经论优波提舍。瑜伽师的论回顶端，弥勒菩萨说唐玄奘译共一百卷，瑜伽相应之意。瑜伽师
即指禅定相应之人，三圣之修观行者，皆称为瑜伽师的瑜伽师所依所行的境界，共有十七的，从第一五十身相应的至第十七无余一地。瑜伽师的论阐明瑜伽师所行的十七的，因此称为瑜伽师的论。大萨遮尼坚子受记经回顶端十卷，原为菩提流之意。大萨遮尼坚子为延赤王说法，遂受记于佛，其所说是出世之法，取尽其妙，文意亦通畅，是最流通。另有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三卷，为此本之意义，缺王论品道感经回顶端，又称为道千经、道干经。感干都是合经，有两种译本。一道千经一卷，诗意说十二因缘之法，十二因缘之次第生，等于道千之有种生涯，由芽生叶等，故取以为喻。二此是菩萨所说大乘原生道干喻经一卷，不空译。入阿毗达摩论回顶端，塞犍陀罗阿罗汉造，唐玄奘译。单简述有不宗之法相者一卷，显阳论回顶端，又称为总包及议论，无者菩萨所造。分别瑜伽论回顶端，又称为摄散归观论，此是菩萨所造。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回顶端，尊者众贤者博士报之俱舍论，又称为俱舍薄论，唐玄奘译，八十卷。五分律回顶端，详称为弥刹塞不合西五分律，五部律中弥刹塞不之律本，三十卷，诵佛陀时等译。善见律回顶端，详称为善见毗婆沙律，又称为善见律毗婆娑，十八卷，萧其僧伽跋陀罗译，小乘律部五论之一，广释四分律。阿毗昙心论回顶端，尊者法圣贤婆沙论太薄，而略撰其中要义，成阿毗昙心论。净僧迦提婆慧远共译四卷。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回顶端，毗婆沙意味广说，唐玄奘译二百卷。佛灭后四百年初，五百罗汉由犍陀罗国迦腻色迦王之请，广解释发智论之论本。阿毗达摩杂集论回顶端，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之简称，又称对法论，解释阿毗达摩集论，十六卷，安慧造，玄奘译。阿毗达摩俱舍论回顶端，解释阿毗达摩俱舍论本颂的释论，唐玄奘译，三十卷。俱舍意为藏，包藏之意，是清造本颂，后造释论，释论中故迭举本颂。又有阿毗达摩俱舍释论、婆叟盘斗造、成真谛译，二十二卷，与俱舍论同本意义。回上业回主业。